下盐、鸡汁，抓均匀入味，再下蛋清、生粉，来点清油，搅拌均匀，包浆，开中火煎至底部定型，打翻锅，下切好的酸菜、野山椒，继续开中大火爆香，悄悄加水，下葱段，来点野山椒水，下盐、鸡汁，少许白糖，少许白醋，用中火煮五分钟，捞起来装盘，继续下鱼片，烫熟立马捞起来，平铺在上面，表面撒上葱白、蒜末，热锅，油温烧到七成，准备干小米椒、花椒，倒下去淋油即可，香菜点缀，酸菜桂花鱼，肉质鲜嫩，汤汁鲜。抖音。